这群人已经狗急跳墙了，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呀！千万别和他们硬碰硬，不能马上逃！我不同意，这个方法从来没有人试过，太冒险了。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我们进入他的精神空间里。 我们怎么能保证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回来？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所有人都得搭进去，到时候谁救他呀？谁救我们呀？王进，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而且塔博士他说了，这个方法虽然暂时没有人试过，但是他有60%成功的把握。你能不能让我试试？把我们所有人的意识传送到一个昏迷人的精神空间里。 然后再编造一个故事刺激他醒来，怎么编造？这个力度怎么把握呢？如果力道过了，他直接就嗝屁了。这些风险你们想过吗？胡闹！可是只要有一丝希望，我就绝对不会放弃。王杰，陈亮。 这件事情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必须去做。只是等我进入黎凡的意识空间以后，这边的事情就拜托你们。如果我还麻烦把我们当孩子，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我跟你一起进去。你们一个两个要反了天了，是不是？行啊，你们要去什么？大不了咱们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凡哥是跟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他这次遇难本来就是因为我们 BSP， 于情于理，我要负这个责任。 老王，发生什么事了？我好像中弹了！我好像中弹了！队长，你头顶祥云啊！队长，你头上有好东西啊！嘿，哪来的破鸟？有没有素质？老王，今天你必然能学到宝贝，藏起来算什么本事？油门出来，正面交锋！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谁先到终点算谁赢，输了的请吃一个月的饭，怎么样？好，好，好。巡逻小队扯了这么久，总算有点巡逻的味道了。 这家伙！啊哈哈哈哈哈哈！终点，王健，你终点了，多攒几双袜子给他。什么东西啊？钥匙。 钥匙，不是，你什么东西啊？啊，你是钥匙？你在说什么东西啊？穿成这个样子，你是个神经病吧？美女，你要是玩 cosplay 呢，就去漫展，我不是你找的什么钥匙啊？哎，你这属于骚扰，要被判刑的。 本将不骚，你看我像个啥？哼，你多少有点侮辱人了。本将乃巫有国战神楚萧萧，
因缘际会下，时空穿越至此，时空管理者告诉我，本将至此见到的第一人便是本将归家的钥匙，而这人便是你。本将需要满足你的愿望，护你周全，方可归家。本将父兄还在等本将，你有何心愿？大胆说出来。我知道了，金蛇二院逃出来的疯子是不是？金蛇二院是好啊，是个人还是件宝物？大胆说来。 本将满足，都懒得搭理你，你自己玩吧。怎么没信号啊？我不管，我要留个证据给王静看。反正我到了终点，有暗器，退至我身后。我的手机，哎，你这个人，你差点把我手机弄掉了，你知不知道？你赶紧给我滚！我不是你找的人，你再不走的话，我真的不保证，我忍不住打女人。 我真的不保证，我忍不住打女人。下盘虚浮，根基不稳，气急败坏，情绪不稳。少年郎，你终归是打不过本将。你别过来！嘿。 别跟着我！哎，老王，你故意的是不是？你是真不善良啊！凡哥，你怎么才出现啊？你到底去哪儿了？我们都急死了！我能去哪里？我就在山上，你们一帮人把我一个人丢在山上，给我整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跟着我，我告诉你啊，咱们俩绝交！哎，不是，我们找了你5个小时，山里连个鬼影都。 人和车都找不到，什么5个小时啊？我下去半个小时我就上来了。渣男，挂！不是你干嘛呢？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你这种贴上来的女人。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还有，你不要以为你说的什么时空管理者的身份，我就会信你。别跟着我！别跟着我！ 这是侯母，为何不下？不是你是壁虎啊！走！滚！滚！滚！哎！你在干嘛？马儿不打跑不快，阁下放心，马儿马上就跑了。停！ 真是个犟种！哎，走，下车。 白天我不忍心把你一个女孩子丢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现在，哎，你看看前面，灯火通明的，我们进城了。下来啊！我真不是你的目标人物，我穷的叮当响。你不走是吧？你不走，我走。 不许再跟着我，祝你好运。遇到困难了，别担心。 事情啊，总会有解决办法的。先吃个烤红薯，暖暖肚子。谢谢。加油，放轻松。放轻松。
今天晚上的月亮真亮真圆，应该会有好事发生的吧？祝你好运。剪辑。这我们潇潇长得好看，穿什么戴什么都好看。那当然了。我去，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本将一直都在。厉害啊，不是现在骗子都九九六了，这么早就开始营业，果然干哪行哪行都不容易啊。现已是四十末，不缴了，这若是在军中，你早就被军法处置了。军法处置叫军法处置，台词有点差，你再练一练。我告诉你啊，别跟着我了。想当年我王进，帆哥，你可算了，你看你都忙自己的啊。抓走了，你还好意思提啊？把我一个人丢到荒郊野外，王进，你真不是个东西啊！我们漫山遍野找了你几个小时，连个鬼影都找不到，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你到底去干啥了吗？我下去不到半个小时我就上来了，还遇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女人。哦，该不会真有什么仙女姐姐？我去，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怎么在这里啊？喂，站住！你怎么跟到这里来的？我要跟着你，护你周全。这里有危险器械，别出声！危险啥？危险器械？啥器械？危险器械？危啥器械？危险器械！这是最危险的，就是你。我来。哎，别动！她就是我在山里找到的那个女人，非得说我是她的钥匙，说什么要帮我完成心愿，她才能回家。人家就是喜欢你呗。你现在也不是什么灵石集团大少爷了，一天灰头土脸，还有美女环绕，一件不浅。你把你那个嘴巴子给我闭上。她一看就是我二妈张玉婷派过来的。跟我二妈一样，见人就往上扑。你说我都离开他灵氏集团这么多年了，他总是担心我跟他的宝贝儿子抢继承权。但我看他也不是那种势利有心眼的女人。那还不是因为你眼瞎。李少，咱们改天再约，我们先走了。哎，好，一定啊。行吧，那你先忙，我走了。哎，对，你走，他怎么办呀？他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的？这么大个人，还能丢了不成？哎，谢老板，哎，老板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哎，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是吧？哎，兄弟，干你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混口饭吃吧。哎，笑啥呀？360行，行行出状元。只是现在这行呀，没有钱赚的多了。不过能吃瓜呀。有八卦。那楼的王小姐喜欢大她29岁的苏先生。29岁啊。还有最近这条街啊出现了一个自称战神的二次元美少女。结果说向左转。小姐姐等人呢。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幸福生活干出来的，出来的，一定要扶老奶奶过马路，做好事一定要记日记，遇到美女立马加微信，坚决不熬，
耶！我觉得他就是个骗子，是神神叨叨的，说什么爱我、喜欢我，这我上厕所他都跟着我。对，那你们在一起啦？咸吃萝卜淡操心，走了。哎，大帅哥，这两天新闻上出现一群流氓，你这么帅要小心哦。老大，嗯，这个美女胸上有一根头发，我见义勇为就帮你取下来了。全麦，此事凶险，让为师来。啊啊啊啊啊啊！哭啊！没听到。臭宝，我警告你啊，把我老大给我放了，我跟他求求情，还能给你唱个365个祝福。为什么哭啊？郭子，我退。你们跑什么？这些都是你干的。花拳绣腿，不足为惧。女侠好身手啊！我是战神。好，好，好，行，行，行，战神，展示一下。行。啊！牛背儿！等一下。喂，老王，你不是一直都想找一个力量和速度都出众的队员吗？我帮你找到了，放心，让你绝对满意。不过介绍费五位数，一个子儿都不能少。行，我这就给你把人带过去。你这身手不好好利用一下，简直是暴殄天物啊！这样，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干不干？能否助我载物完成任务？能，太能了。一诺千金，一诺千金，走。你认真的吗，范公？一个人打十几个歹徒，徒手一把抓人，说你眼瞎。你一会儿试试，我就知道了。这位女士，正式介绍一下啊，我是 BSP 的探长王进。我们现在呢，急需招聘一名力量型与速度型的人才，凡哥推荐了你啊。一会儿呢，就从那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没事，跑吧。准备好。方哥，这就是厉害吗？转正帮吗？我的女战神。旁边人，旁边人，这是新人啊，有点潜质，但是太过于嚣张，必须要安静。什么都往在在，人品、武术、单手，真虚。记得还我。拿回去吃。老王，得加钱啊！我的天哪，可想树脂爆表，这谁不喜欢呀、啊？我说战斗力，战斗力简直就是神力女超人。你确定这种人是你二妈找来准备坑你的？不确定，但谁又能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看呀，他倒是向你招来的桃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他想倒追你的借口？
什么都别说，我先走。说吧，张玉婷找你来，除了缠着我，他要做什么？张玉婷所谓何人？你老板呀，就是最近找你，让你一直跟着我的人。他除了让你缠着我，还要让你做什么？他只让我跟着你，护你周全。终于承认了，你果然是他派来的，然后替你完成心愿。替我完成心愿？别告诉我对方名叫圣诞老人啊。他名曰时空管理者。怎么不叫齐天大圣啊？说不说？行，你不说。去哪儿是我的人身自由，你别跟着我啊。我要跟着你，护你周全。好。别紧张，这是我家。放松点儿。再丢妖怪！哪里来的妖怪？这叫扫地机器人，打扫卫生的。哎呦，累死了！唐人，你随便参观一下，但是别乱动啊！别动，放回去，放回去！这里是我家，你也看到了，我家就这么大点儿。我一个单身男性，我真的不方便留你过夜。不是，你怎么还委屈上了？行，好，那今晚你就睡这儿，但是你只能睡沙发，明天天一亮就走。嗯，我很累，我要休息了。那些东西别动，很贵，把你卖了都赔不起。林凡，起床。楚先生，你本家饿了，出去。吃吧，吃完就走。平山，本将不能走，本将要跟着你护你周全，等你心愿圆满，本将才能离开。不是，这里是法治社会，治安稳定， BSP 的成员五步一人，十步一队，监控摄像头到处都是，人人生活安居乐业，生活比蜜糖还甜，我没有危险，我不需要你的保护。至于你说的帮我完成心愿，就更加无厘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心愿，你怎么帮我完成？那你快想想。不是，这是说想就能想到的吗？我跟你说，你那个时空管理者，他的话术一听就是骗子，说不定他下次啊就会跟你说他是秦始皇，让你给他转账100万。非也，他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手环就可以证明，只要我对你提供的帮助是真实且有效的，这个手环就会充能，等到它充能完成，便是本将归家的时刻。又爱发电，傻乎乎的就这么出去的话，下场估计就是被人骗去生孩子。先让他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吧。嗨，我不仅人帅还心地善良。所以你让他住下？对啊，不是，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又不是变态，我只是觉得他脑子好像真的不太好，这天天在街上这么晃，这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也没人说你是，这么着急成亲干嘛？不是，你天天吃这玩意儿，你不怕放屁？我又不用上班，我也没有同事，我有什么形象可以在意的？你干嘛？
服了，这我一穷二白，我又没什么钱可图。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帅气。你没事吧？那他那万一说的是真的呢？不是，吃这玩意儿能把脑子吃傻是不是？或许吧。有些事确实不能操之过急。楚潇潇，你回来了。把刀给我。给我。你干什么呢？我看你们这儿的人都吃不上饭，得靠穿黄色官袍和蓝色官袍的朝廷官员救济。我便想着给你做饭也是一种帮助。给我做饭呢？小萧，小萧，你以后离厨房远一点，听到没有？加油加油！楚小萧，你又在干什么？换鱼。不！我的命！这是清朝皇帝用过的，很贵的。皇帝才不会亲自打扫卫生。你要干嘛？我要保护你，替你完成心愿。我的心愿不是这个，这并没什么特别的，好吗？你有病啊！你压着我都詹妮弗了。我听陈亮说，你们这边的人都有车贷贷、房贷贷，需要很多很多钱，这些都给你，必然能帮上你。你居然认识陈亮？他是好人，待我拾荒卖钱。不是，我是缺你吃还是缺你穿了？你去跟他捡垃圾。当初你没让我进门的时候，那倒变成我的不是了。真的是，好家伙，捡垃圾这么赚钱，都给你，将军，来坐，我们好好聊一聊。假如你说的是真的，在你的世界，做饭要生火，买东西要用银子。龙袍只有皇帝可以穿，但在我们这里不一样，我可以，你也可以，这叫文明开化。文明开化，在我的世界里，我吃饭可以点外卖，干家务我可以叫保洁，所以你做的那些东西它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吗？但是只要有钱，本将可以挣钱。不是，你堂堂女战神怎么像个土包子进城一样？什么世面都没见过。我见过大漠孤烟，识过江上寒冰，赏过笙歌漫舞，但这个世界不是我的世界，着实是本将孤陋寡闻了。我勒个豆儿，你还挺老实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矣。对你无需隐瞒。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审美。王铁牛，王铁牛，铁牛人少，在这里叫人家托你了啦。哇，小仙女呢？林莎早就跟我交代过呢。您瞧您这颜值，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没有之一呢。哎呦，您瞧这发质，简直他家的太不可思议了。好了好了，可以了，开始。林少，您是要这一款产品呢，还是？别废话了，开始吧。好嘞，林少，您看夫人这颜值，不是。哎呦，我们林少还有这么纯情的一面呢，您可真有眼光呀，夫人，
这个呀可是我们新到的产品，只要把钱打给他就完了。哎，放下！怎么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武力值高，不谙世事，对现代社会一窍不通，面对所有事物都显得笨拙又懵懂。或许他说的都是真的。哎呀，累死了！妈！哎，不要！给我！果然再笨拙的人，内心都住了个小孩。试试这个。哎呀，真好看！此物倒是造型奇特。好了，试一试就可以了。当当当当，把它穿上，我看看。完成我的心愿，心愿，心愿。如何？这一套嘛，有点太难了。你应该走御姐路线，换下一套。哎呀喂！手放下来，转一圈。完美，有生之年圆满了。你怎么流鼻血了？你就受伤了？你本脏不是了？不不不，不要停，不要停，继续下一套。不要停，继续下一套。你，这事儿我们拍张照片。表情这么严肃。不会，我来教你。跟我学。保持这个姿势。三二一。真好看。我们这里的女孩子啊，都要白白嫩嫩的。别动，敷二十分钟。这是什么？你在做甚 ？P 图啊，我教你。你看你这里是不是有点大？我们把它推一下，这就好了。想不到我堂堂乌有国女战神，居然会被关在这样一个小废物。这个啊叫照片，就是你的影子，不是你本人。你们这儿的人好生奇怪。哪有你这个女战神奇怪？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是，明明挚爱亲朋就在身边，自己却只顾着跟这个小黑盒子交流。明明肉体近在咫尺，而心却远隔天涯。这是你母亲吗？这是你母亲吗？啊，那是我小时候给我妈拍的。可为何我从未见过她？她不在了。这虎头帽可真……小八，来，我们把帽子戴上，这样就不动脑袋了。我们小八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孩。我有些困了，想回了。你喜欢？喜欢为何不再买一点？有些东西啊，喜欢不一定就得拥有，有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好。况且我曾经拥有过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虎头帽。
现在这种冰冷的季节，统一指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和他比呢？小凡，以后妈妈不在了，你也要好好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我的小凡要活得阳光开朗。越疼了，来这么多天也没带你吃顿好的，尝尝我们这儿的猪脚，老好吃了。认识你已有一些时日，你以后背景什么？我其实是个黑客，你不是。我谢谢你，我说的黑客是干一些不适合摆在明面上的事儿。但哥可不是胡来的，哥是我官方认证的。像王静他们平时遇到一些疑难案件、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就会找我来帮忙，从而快速破案。可你经常睡到日少三竿。高手嘛，都是不拘一格的。所以我才没有接受王静他们的邀请进入 BSP， 做个编外人员多好。你看工资奖金照样拿，不用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还不用听他们领导一箩筐的屁话。如此看来不再是路更加遥遥无期。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这些东西趁热吃才够味儿，你们那的皇帝都没这个好。本教书。这不是林凡林大少爷吗？还记得我不？哎呀，你那个奖金得分我点吧？啊？哟，这是你的马子吧？啊？正好长得周正啊！我今晚呢三缺一。哎，美女啊，你给我赏个脸啊！我保证啊，只输不赢。黄九。放着好好的人话不说，非得学狗叫。他们这波人强买强买，欺行霸市。这是当年我和王静他们搞进去，判了不到十年，现在放出来，不仅是想找我麻烦，一会儿我把朱棣引到我身上，我就去找你。怎么想进去把牢底坐穿，直接养老？本来呀，今天是一个这个美好的日子，想着大家呢喝两杯酒，认识一下。这个事儿呢。你能做个了，但是你个臭小子，非要在这个美女面前撑个面，是吧？好啊，哈哈哈哈！好，给我上！打架还搞东西，手段实在下作。这么帅，退至我身后。林凡，一个大男人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啊？敢不敢出来给我打一架？嘿，谁要跟你们打架？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哪像你们人渣！当年要不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出去蹲了几年，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老大是那样红，这样红，就是那样。对对，要的就是这个技术。哎，我告诉你，你这一刀子要是把人捅伤了，那可不就五年这么简单了。哎，你想清楚了啊？我想你了，我想你了。别动，放下武器。说什么都。没事，我跑。雷声大雨点小。痛不痛？痛你就哼一声，我不会笑话你。本将曾刮骨疗毒。就这件小伤不值一提。我知道你很能打，但是他们人多势众，就算打车轮战，他们一个个轮番上阵，累也累死。就算是车轮战，他们也打不过本将。像头倔驴一样死倔死倔。出现了，出现什么？这是时空管理者说，只要我对你提供的帮助是真实且有效的，这个手环就会发光。等到这个手环充能完成，便是本将归家的时刻。这傻傻，看来不是张玉婷找的人。
原来这就是真实有效的帮助。药师，之后若是再有人打你，务必告知本将，本将来保护你。我长得很欠打，此事有待商榷。算你有良心，但不多。沈伟了解了，说你呢？我怎么没了解了？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永军近日身体抱恙，原定于本月中旬举办的生日宴会取消。上班玩手机，年终奖全扣了。没有。凡哥，林凡他妈走了之后，也就只有你关心我了。我信，还活着呢。伯父，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凡哥特意说要来看看你。这个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没小子有心了，不过这某些人，估计是你把他拉过来了吧。一脸的不情不愿。这位小姐长得可真漂亮，是王静的女朋友啊？哦，不是，这位是凡哥的。那是凡哥的女朋友，还挺般配的。老林，你看咱们凡哥多有本事啊，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呀，你看看能不能好好说话？茶言茶语叫好好说话？那抱歉，我这辈子都学不会。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还是那么目无尊长，吊儿郎当，一事无成啊！你看看人家王俊，年纪轻轻的就是 BSP 的探长，哼！再看看你，有没有活出个人样来？你好好活着就行，上梁不正下梁才歪。看样子，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还是没有得到缓和。怪我，本来我想着借此机会缓解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结果还是搞砸了。那个女人呢？那是他爸爸的秘书。凡哥妈妈一向身体不好，那个女人就不择手段趁虚而入，一气之下凡哥妈妈就病情加重了，没过多久就去世了。那个时候凡哥还不到十岁。对于他妈妈的死，凡哥一直很自责，他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出生，他妈妈的身体就不会变差。所以他妈妈的死便一直成了他心里不能言说的痛，而我却一直不知道。看来我们都疏忽了。老王，喝。夏夏，喝。我给你们朗诵五十词，命比纸薄。哈哈，有朝一日我们必将飞黄腾达。你这第二天一切都好。喂，哎呦，我的脖子，你说电话打得可真及时啊。开玩笑，兄弟是当假的吗？你哪次喝醉酒不是这个时间？真是好兄弟啊，昨天晚上你把我扔地上干嘛？你应该把我放沙发上啊。哎，不是，你为什么睡地上？不是你把我扔地上的吗？不是啊，昨天局里紧急找我回去啊。是楚小姐把你弄的，所以她把你丢地板上了。吵死了，先挂了，等等。你是说她的手环真的会发光？对啊，简直颠覆了我的世界观，太玄幻了。那他说的就是真的，你就是他回家的关键。是，是吧？我有点好奇，他为你做了些什么？我跟你说，只要我每次遇到危险，他就咔就出现，然后跟一群人就咔咔咔。打完之后，他那个手环就亮了。喂，这我的战斗力在他面前，那就是个弟弟啊，太牛了。所以说之前那些不算帮忙，而是捣乱。哎呀，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一本正经，心里呀、啊、还有点傲娇属性呢。你的内心不会还住着一个小宝宝，恐怖妈妈温暖的怀抱吧？老子才不是那样的人。哦，你怎么又抖了？你没事吧？没事。
天气这么好，怎么不出去走走？哦，你不认识路对不对？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我给你买部手机，等我。这是做什么？虎头帽，相片上那天，你试试。你，这是？这是我一针一针勾的，不是机器做的。天冷了，戴帽子不冷脑袋。你的手，我没事，你快戴上感受感受。小了？不小，很合适，我很喜欢。质量说的没错，只有到达他内心最敏感的地方，才能推动进度，不能再慢慢来了。他的身体明显支撑不了多久了。哎，老王，说话。看这里，羡慕不？我有毛病，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羡慕你有虎头帽，你也有毛病。快三十岁的人了，整天还戴个小孩的样破帽。不是你懂个屁呀、啊，纯手工制作的，你羡慕也没有。哎，行了，跟你说个正事啊。过两天我们探险队成立两周年举行活动，大家决定去狮头山露营啊。你这次必须得去。哎，我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真的，就要庆祝的话去哪儿不行啊？这非得大晚上跑到山上来，是家里的火锅不好看了，还是电视不香了？我回去。年轻人，少贪恋温柔乡，要冒险精神，亲近大自然。走吧。不是，我是技术型人才，技术型你懂不懂？我又不需要冒险精神，我冷了，太冷了，我走了。哎，这，你瞧你是怂样子。不是，你还不如人家楚潇潇。一个女孩子精神状态好了。山上风大，把围巾给我围上。不必，本将驻守边关之时，滴水成冰，天气极寒，尚且没用过这些玩意儿。看样子，你更需要它。大叔，你虚。我算是终于明白了，网上说的那句什么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笑不死你，围上！我说你需要，你就需要，不准反驳。承认自己比别人弱，难道真的很难吗？因为别人眼光让自己受阻。走！我不需，我也不冷不死你们俩。包子，哎呦，哎呀，感谢感谢，今天付出太多了，辛苦辛苦，咱们都走吧。哎，没事。哎呦，林少，你小心被摔死了。胖子，快给我来点热乎的。来来来来来，有有有。哎，不是，话说回来啊，上次黄酒那个事儿，最后怎么处理的？寻衅滋事，聚众闹事，造成的损伤虽然不大，最多也判你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小心点，他们出来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你。还有，刘天成，你记不记得？虽然他现在保外就医，医院24小时有人看护，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你还是多加留意的好。我怕什么？我也不是吃素的。再说了，这不有大伙在吗？是不是？对，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能24小时的监管他，但是没办法时时刻刻的保护你。我会保护他。谁保护了你？对，我有人保护。我怎么有点看不懂你们啊？你懂吗？这个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尝尝。小心点。这味道确实不错，但是不如我们行军的烤肉。有机会，本将带你去试一试我们行军途中的烤肉，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快朵颐，那感觉真是肆意，真是肆意啊！这累了吧，姐，喝口水歇歇。不是你小子管这叫水啊？你喝这个。哎，等等，这什么？牛奶。
还是热的。哎，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有这种东西啊？给我。咱们这里有女人有小孩，怎么不能有牛奶？不对不对啊，以前我们那么多次，啥时候没有女孩了啊？怎么没见你备几瓶牛奶啊？你这就是偏心。行，小姐霸气，小张姐姐太厉害了，永远是我的姐。你们这帮小子是一点不心疼人啊。吃啥啊？你们之前去探险的时候，你们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你给我讲讲呗。问对人了，就是上一次我们意外之中闯进一片非常神秘的原始森林当中，拨开重重缠绕的藤蔓之后，在那一堆骷髅之上发现了一个长长头发的女人。女人？什么女人？难道是野人？是山魈？小屁孩，你不懂浪漫。什么野人山魈啊？他难道不能是神仙姐姐，或者是从远古时空跨越过来寻找有缘人的？王静。当然，那些都是传说。队长，你是骗我。哎，不过小包啊，说真的，这个探险啊，除了有趣之外，当然是有惊险了。是的，没事的。在想什么呢？时空管理者说，我的世界已经定格在了那个瞬间，只有我顺利回去，那个时间的时间。定格时间这么牛？你的心愿是什么？真的？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它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现在虚假世界当中的人，迟早有一天是要回去的。虚假的世界。小凡，小凡，我做了你最爱的玉米排骨汤。快起床，困，不想起。你先喝了再睡嘛，凉了就不好喝了。妈，我不想上学，我想留在家里陪着你。小凡，好男儿志在四方，你不应该被困住，你应该去寻找你的天地。妈，别走，别抛下我。别被困住了。妈，你怎么在这里啊？玉米排骨汤，趁热喝。你是说，他给你做了你妈妈的拿手靓汤，你最爱喝的那种，然后你还很感动，甚至感受到了妈妈的爱？哎，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要是喜欢我的话，那我就让他留下。打住，林凡，这里不是他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假的。虚拟世界里的人早晚得离开，你要清醒点。喂，怎么样啊，三哥？老王，你说你们局里那么多人，为什么非得让我来跟人啊？他们多多少少有点当面人露过面。行，我给你跟着，你放心吧。这鸟只有一只，看来不是群居动物，体型巨大，叫声奇特，还会发光。这莫非是火凤凰？火凤凰，
殿下，什么火凤凰？我还粉红凤凰、花凤凰呢，那是飞机，别被发现了。飞机，体型确实壮硕，本将要将它打下来。是飞机，飞机，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就类似于古代的马车那样的。本将曾做过斥候，区区一个女子，怎么可能懂兵？还斥候呢？见了那个飞机就忘乎所以。啊！人呢？狗血！张玉婷，居然是他！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保外就医的诈骗分子吗？那个女人，她叫吴月如。老王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是交换了某些重要的信息，让我盯着她。发现什么信息？算了，不要被发现了。毕竟被他骗的那些钱还没要回来。那会有危险吗？能有什么危险？就跟踪一个女人而已。不过你啊，千万不能乱来，别打草惊蛇，不然老王要找我算账。无妨。我将他打晕，带至你面前，你随便他。打住啊！你千万别乱来，这里是法治社会，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我们先看看。你好，两位需要点什么？酱肘子，二锅头。那个两杯，一杯美式，一杯果汁，谢谢。什么二锅头、卤牛肉酱肘子的？你来咖啡厅点这些干什么？咖啡厅又是何物？还有方才的美式。等会儿就知道了。看着。所以你怀疑你后妈？张玉婷和他们有勾结，想要拉凌氏下水。极有可能。我虽然没在凌氏任职，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凌氏的内部情况。据我了解，张玉婷的凌氏任职财务总监一职，手中权力极大，所以他和刘天成、吴月如联合起来做一些事儿，不是没有可能的。张玉婷，你把我的詹妮弗给我捡起来！啊，我的詹妮弗，捡起来，快点！你凶我干什么？所以你怎么想的？没怎么想，我只是想把凌氏的蠹虫清理干净，尽量的保持凌氏的清白名声。我还以为你不会插手这件事儿。开玩笑，我虽然不在乎被老头子赶出凌氏，但是凌氏当年的启动资金那是我外公给的，凝聚了我妈的心血。他们要是拿凌氏干不好的事儿，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理。那你准备怎么做呢？先和老头子谈谈。要是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使一些特殊手段了。特殊手段？伯父，小游戏，凡哥也知道，他上次做的确实太不对了，态度不好，所以他这次特意带自己的女朋友过来，就是想向您道歉。我相信他已经有所悔悟。好吧，你也不用听他说好啊，你看看他哪有道歉的样子。本来也就不是来道歉的。你听听，你听听，像话吗？既然没有道歉的诚意，那今天你到底来干嘛？还有，你这个女朋友进屋坐了这么久，连句问候都没有，简直没有教养。你有教养，你有教养，你拿着我妈的钱养一个外人，这是我妈和你一起打下的江山。这个逆子，你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我胡说？王静，你告诉他我有没有胡说。王静，这臭小子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客人在啊，你们先聊，我上去换身衣服。王静，你继续说，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前几天呢，我们发现了刘天成的妻子，
刘天成就是那个诈骗100亿的诈骗集团的首脑。对，至于是洗钱还是什么别的目的，暂时没有发现。这不可能，李婷他胆子很小，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一个敢把自己裸照发给别人炫耀的人，也就你老眼昏花会觉得他胆子小了，还是说你忘了你之前和他玩的有多花了？你这个畜生，不许动他！一个两个，反了天了！谢总，我知道，你对你妈的死一直耿耿于怀，可是人已经没了，想让我怎么样？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践踏我妈的心血。你想回应时，刚可以光明正大的回，但是你现在耍这种心思挤走别人，只会让我认为林凡就是个废物。林凡他不是废物，他为人正直、豪爽，人缘极佳，而且他还是很厉害的黑。总之，是你对不起他。若是你再想对他动手，我定不轻饶。夏乔，你在外边等着，我跟陈亮进去。陈亮，咱们俩分工合作，我去办公室，你去机房，按照计划行事。好。真是疯了呀！我好好的瓶子不捡，陪你跑来玩这一出。我告诉你，我要是被抓了，你可一定得把我摘干净。啊、放心，王静是我哥们，怎么可能会坑你？请问请问找谁？有预约吗？我就一段时间没来公司，不认识我了。哦，林少。我爸呢？董事长今天没到公司。那我去他办公室等吧。哎，少爷。想不到重操旧业就干这么刺激的事儿。太让我失望了。别打孩子。你没事吧？无妨。你如果回来是让我看你耍威风的话，那你搞错对象了。那天你跑到我跟前跟我说什么他跟别人搞诈骗，我本来还将信将疑，可我没有想到啊，你转过身来就跑到公司里面去偷资料。你想要什么资料？你要证明什么？林凡，我告诉你，林氏也有你母亲的一份心血，你到底对孩子什么心？你不配提我妈，我妈早死了，都是被你们这对不要脸的人给逼死的。你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你急什么？你慌什么？你这么生气做什么？难怪我什么都没有找到，原来是你早早就下手了。幸好我们还有陈亮这个后手。凡哥，你在说什么呢？你别给我装！我怎么可能做出对公司不利的事？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误会，但是你再怎么生气，也不应该拿公司的事开玩笑。你别以为你在公司当个财务总监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你在我面前屁都不是。还有，你别得意啊，我迟早会找到你和刘天成他们合谋的证据。老林，你听听。凡哥竟然这么恨我，当年的事我是无辜的呀。赶紧跟你妈道歉。她不是我妈，我妈早死了。怎么这么想拿我妈？那你早点去投胎啊，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林凡呀，林凡。林氏当年的启动资金是我外公给的，林氏的发展壮大也有我妈的一部分。我现在手里有林氏20%的股份。虽然我现在搬出了这个家，我也不在林氏任职，但不代表你们可以随意践踏林氏，糟蹋我妈的心血。
我正式的通知你们，从下周开始，我会正式进入灵室。我们走。我会一直陪着你，保护你周全。难过？我怎么会难过？哎，你这个手环怎么不亮了？刚才我就不应该拦着你，耽误你美女救英雄了。不用挡，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你们是什么人？谁派你们来对付我们的？不错嘛，这么快就知道有人来对付你了。很简单，因为我不认识你。让我猜一猜，是吴月如还是张玉婷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无非是为了对方的要求办事。至于你们得罪了什么人，林少这么聪明，您自己走。老虎不发威，你们一个两个还真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来来，那还真是小看你了。既然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好好招呼招呼林昭。上。直呼扳手。不是，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学古惑仔那一套？这好歹在武器上也与时俱进一下吧。东西不在新旧，好用就行。上。帅啊。哎，你的手腕亮了。笑笑笑笑笑笑，林少，这与时俱进的滋味还不错吧？我怎么浑身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我知道了，他们给你打了肌肉松弛剂，一时半会儿你一点力气都没有，坐着好好歇着吧。行，美女坐这个。奶奶说你俩有一点那种苦命鸳鸯那个味道，要死都要死在一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怎么样？林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别人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只要你放了我。是挺诱人的。但只可惜我曾经欠别人一个人情，我这一次来吧，就是人情一半，钱一半。有人想要你死，你说你多担待。你们动手的时候给我慢一点，我把视频拍得清楚一点，要是大老板们不满意，这钱不好结。上。别动，都别动。老王，站上。疯子，站。笑笑，笑笑，醒醒，醒醒！这是哪儿？我们被绑架了。你有没有事儿？手麻不麻？头晕不晕？有没有？没事。阿秋，他们是冲我来的，都怪我，连累了你。本将说过要护你周全，连累这种话不必再说。不过你放心，我跟老王，我们两个之间有特殊的联系方式，他会救我的，也会救你。小小，你往我这边挪一点，把头侧过去，往我这边，我看看脑袋有没有受伤。还好，没受伤，挨这么大一棍子，肯定很疼吧？他们的绳子绑得不紧，我可以解开。我们不用等王倩，我马上带你出去。算了，别白费力气了。子乔，怎么了？都让，子乔。小小。啊，林凡，本将是女，你真善，这点小伤。
伤不了我。小小，别说话，我们去医院。林凡，要护你周全，我没有时间。小小，我不需要你的保护。林凡，父虽不辞，但这世上有人爱你。小小，小小。医院，小小，小小，小小，没事的，没事的，方哥，怎么可能没事？不敢丢那么多的心，说谎，小小割伤了脑袋，血当地，你被捅了刀子，怎么可能没事？小小，小小，方哥，他没事的。你相信我啊？我相信你，是吗？不是这样。刚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没伤到要害，应该问题不大。老王，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害怕过了。上一次还是妈妈去世的时候，楚萧萧她虽然老说为了村任务，为了回家才保护我，可是我能感觉到他是喜欢我的。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滋味，所以我一直不敢告诉他我的心愿是什么。我怕我告诉他后他就会永远消失，我甚至不敢想他哪一天要是突然消失了，我该怎么办。干嘛，我就是这么讨厌。你在这瞎想什么呢？你能不能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误就怀疑到自己身上？你很好，你等一切都好起来再说行不行？啊？你去忙吧。那我先去处理一下公务，你在这坐着别动啊，听见没？我找你送饭。这里是哪里？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是啊，凡哥，我们就是你们，你快过来，过来呀！来，你过来呀，凡哥！快过来，过来呀！凡哥，过来！凡哥，你过来呀！哥，他在活动，你们别叫了，别叫！啊！林凡现在怎么样？别乱动，你先好好休息。他没事。虽然你这次受伤，伤害掉了不是真正的身体，但是精神上的伤害也不容小看。精神冲击力如果大，你就回不去了。我有分寸。凡哥刚在走廊上晕倒了，现在就在隔壁病房休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妙了，潇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趁着这次的机会让他受伤，刺激他从沉睡中清醒过来，反而还要去给他挡那一刀？他的身体在这里扛不了太久了。我明白，但陈亮，陶博士说，我们需要从他最在乎的，或者说是他心底最深处的东西入手，去唤醒他。目前我们的方向没有错，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他的心愿是什么？陶博士他叮嘱过我，
只有他的心愿圆满的那一刻将他唤醒才是最安全的。若是现在贸然将他唤醒，我害怕只会起反作用。他，我想我知道他心愿是什么。难道是？你渴吗？我给你倒水喝。我不渴。那吃个苹果，我给你削苹果。我跟你说，我削苹果技术可好了，皮儿都不会断的。我不渴，也不饿，你自己都才刚刚醒过来，就别折腾了。我已经没事了，我那是晕血，对，晕血。你看，我现在已经没事了。你们俩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认识你这么久，怎么不知道你晕血呀？我看呢，八成是虚的，吓一吓就撑不住。哎，不是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得这么好？不应该。究竟是何人要杀你？这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打人掳人，你们这儿的捕快都不管的吗？哎，这次呢，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啊。不过我们也没想到对方的速度如此之快。但是你放心，我已经查清楚了。呆老王，你这次的速度可以啊。那可不，总不能每一次都靠你吧？哎，打住打住啊！这一次靠的可是我。这次多亏了陈亮提供的资料，我们才能顺藤摸瓜的找到了张玉婷和刘天成集团犯罪证据。不过你们也知道，我们身处这样的位置，做起事来没有你们方便。嗨，凡哥，你爸知道错怪你了。喏，那些都是他带过来的水果。但是吧，他自尊心作祟，不敢过来看你，就趁着你昏迷的时候偷偷过来看了一眼就走了。你怎么想？没想到。小小，那个果子不好吃，下次我给你买点别的。哇，干嘛呢这是啊？真成仙了，这比我看的电影还要精彩啊。什么电影？你等一下。这个就是电影。原来就是皮影戏啊。皮啊，在你的认知里这叫皮影。我跟你说，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部影片，老王他们不懂欣赏，真欣赏不了。我一起看这两只虾，这三只是何动物？你别管他们是什么动物，反正就是怪物。这人这嘴总是害人终害己。对，他就是活该。此情此景为何如此眼熟？你也觉得眼熟对不对？这桥段我已经倒背如流了，所以我没有想过你真的是穿越过来的。钥匙，原来你真是我的钥匙。轻点。干嘛？不要脸，想占我便宜啊？本教没有。你就是想占我便宜啊？我不管，我要讨回来。怎么讨？我不管，我要讨回来。怎么讨？你这是做甚？这是羞人。好了，现在脸是暖的。你那天送进来的时候脸色发青，手脚都是冰凉的。不过现在好了，真好。小小，我真希望躺在那里的人是我。答应我，以后你要好好保护的只有你自己，知不知道？无妨，本将有神功护体，而你只是一介凡人。你有屁的神功？你好好看看，要不是现在这些科技发达的医疗产品，你早就嗝屁了。还神功护体？你答应我。本将说过，会护你周全。况且，你这身子是真虚。我虚？我虚啊！我要不是看你现在生病，我要让你知道我虚不虚。虚不虚啊？我错，我错，我错。
好了，不用讲。原来是你发出来的，要多呼吸新鲜空气，不能老待在病房里，这身体才能好得快。 你说你呀，这都半个月了，身体怎么还不见好转？不是说是战神，身体最好吗？我来这个世界已经有一段时间，或许是时空管理者在提醒我，提醒我加快进度。那是完不成，或者回不去呢？那就被这个世界遗忘。 彻底隐匿在时光洪流之中。没事儿，就觉得还挺厉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养好自己的身体，知不知道？二三，噔噔噔噔噔，怎么样？惊喜吗？ 这你刚出院，肯定特别累。来，先坐下。我还给你准备了小兔子拖鞋，晚上睡觉的时候穿。哦，对了，我给你熬了十全大补汤，我这就去给你拿，等一下。十全大补汤，真热。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炖汤的？ 就今天啊，出门的时候我就炖上了，就等着你回来喝了。快尝尝，怎么样？好喝吧？说不出话了。<笑>好东西要一起分享，来，你也尝尝。看着糖色泽浓郁，不尝尝。<笑>不是，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我去重新给你。林凡。 有些事情勉强不来，就算了吧。你信我，我可以的。你别，将那穿蓝色官服的官员叫来给本将送吃食。黄色的不行。本将喜欢蓝色 ，blue。<笑>好，听你的。 喂，我能感觉出来，他应该是太大方了，虽然他没喝醉，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他在逃跑，他应该是想要我留下，所以你不知道。说明我们的计划已经快成功了，你已经完全攻陷了他的心房，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把心愿全部告诉你。 没有如果，我们必须成功。潇潇，相信你也能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状态明显不如开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现在的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我们必须要尽快带他出来。方哥，你有没有想过，你硬要留下他的话？ 对他不那么公平。嗯，好，我自己想想吧。就先这样，我先挂了啊。楚潇潇，楚潇潇，楚潇潇，楚潇潇。 现在合适了？十一点了。子丑寅卯巳时，末。我居然说到这么晚了，今天陈丽也错过，若是被爹爹知道，必定该罚我了，我得补回来。别练了，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过两天有个重要的节日，我带你去。不是我的错觉，潇潇的身体好像真的越来越差。Merry Christmas， 谢谢啊。他这是在做啥？他叫圣诞老人，在送礼物呢。潇潇想要吗？礼物？嗯，他是朝廷派来赈灾的。什么赈灾？他是藩邦国家的神仙，他每年这个时候，他都会给街上的路人派礼物、送祝福。潇潇想要吗？什么都可以吗？当然。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好好的，我期盼跟他早日再见，我期盼跟他早日再见。真是新奇无间。这个啊，它其实是一个水杯。水杯？水杯做得如此繁琐。上次来这里啊，还是个晚上，乌漆嘛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地方最美的阳光就是这个时间段。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这个人是对浪漫过敏，这么美的场景，这么美的你，当然得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了。怎么聊啊？来，我们一起拍张照片。你来这么久了，都没给你认真的拍过照。来，一二三，太严肃了，笑一个。一二三，我给你拍两张照片，怎么样？来，过来。准备，一、二、三，太严肃了，换个温柔点。你还记得这个？二、三，笑一个。你快过来让我看看。在我们那个世界，若想留下这么美好的画面，只能用笔墨。这世界真让人愁。你帮过我吗？楚香哥，我喜欢你，你可不可以为我留下来，留在这个世界，好不好？林凡，林凡。这是我一针一针手工织的，天冷了，戴帽子不冷脑袋。戴上帽子不冷脑袋，我们小凡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孩。妈妈，妈妈希望我们小凡是拥有阳光和爱的小孩，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小凡，你去找到你爱的人，然后勇敢地表达出爱吧，然后离开这里，走吧，不要回头，走吧，不要回头，走吧。妈妈，妈妈，妈妈，林凡，林凡，我该走了。小小，小小，
站长，站长，孙站长，宋江江，宋江，宋江江，宋江江。暂时来看，情况也算稳定。不过他毕竟被催眠了这么久，对大脑的伤害还是很严重的。还有你们三，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必须紧听医嘱，配合治疗。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都务必马上和我说。所以，有人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刘少，你都忘记了吗？完了完了，医生也没说你会失忆啊。没有失忆，小豹子，我记得你，记得大家，只是我高兴，脑子确实不太清醒。那就好，那就好。好了好了，咱先撤吧啊！今天留给那几位。凡哥，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累。非常累，像一觉睡到天荒地老，但一个不住。公主有，可你千万别再睡。你要是再来一次，他们仨命都得搭进去。好了，别玩笑了。回归正题，谁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来说吧。你还记不记得林先生？我们在追捕他的时候，与他的团队展开了死斗。本来我们占据上风的，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团队里也有人擅长催眠，一不小心你就中了他们的刀。刘天成的弟弟刘天威擅长催眠。手法极其的诡异，别人催眠都是通过暗示来唤醒被催眠者的特殊记忆或者特定行为，主要是以精神控制为主。但是这个刘天威不同，他每次催眠之前都要用手段，先用药物麻痹人的神经，因此被他催眠的人唤醒难度上大大提升。再加上你之前脑袋受了重创，如果不及时的将你唤醒，你就会永远困在被催眠的世界里，直到慢慢到死亡。所以我们就让陶博士把我们三个人的意识一块运输到了你的意识空间里，那里是由你的想法构建的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所思所想，只是我们的行为不受你的控制。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的很多行为不能拿常理来看待，就比如楚潇潇他超乎寻常的力气。陶博士说了，我们不能一上来就告诉你你被催眠了，赶紧醒醒吧之类的话，就好像梦游的人，你不能强行把他叫醒，必须等他自己醒来。也不知道你小子一天天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居然构建了一个这么离谱的世界。但更离谱的是，我在里面居然成了一个流浪汉。兄弟，你受苦了。不过这经历比电影还精彩，我要是死了这辈子也值了。林凡，你胡说八道什么？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救回来，你现在的命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说话注意点啊。走，抽根烟。你不是恨到我了吗？怎么会和王静他们？对不起，我不应该在没弄清楚状况的前提下就那么想，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妈妈。其实是我做的不对，让你在这段感情里体会不到甜蜜和美好，应该是我跟你说。这一幕像不像我们初识那天？你是这只手，也在跟对方说对不起。像不像我们初识那天，也在跟对方说对不起？老王，老王，你前几天跟我说的那件事儿，终于有线索了。好家伙，原来他们是藏在了……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这么大的门，你们怎么撞到一起的？是我的问题，我刚太高兴了，只顾着看屁书，就没注意到这位先生。不是，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更大一些，对不起啊。啊，对不起。哎呀，都是一个局子里的嘛，不要太客气哈。老王，这位小姐是？哦，楚潇潇。今年我们招收的新人里啊，笔试、面试、体能三料第一名，林凡，我的好战友，也是我们局的编外人。你好。你好。林凡。楚笑笑。凡哥，你到底干什么来的呀？前两天你跟我说的那件事儿，看到他们的 IP 地址，我找到线索了，中间转展了好几个地方。小小，歇会儿吧。我问了奶茶店的人，他们说这个口味女孩都很喜欢，尝一尝。可这一杯下去，我今天就白练了。那我自己喝两杯了。不过为了帅哥破个例也不是不行。干杯。先扶我下来。公主请吃饭。胡说什么呢？公主。最近不都流行这么说吗？这别人有的，潇潇也得有。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居然这么调皮？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以后等你慢慢发觉。贫嘴。哎，你说这我也不是你们局的正式员工，这每天报道比上班还勤。那还不是王局他信任你，而且啊，你也没辜负过他的信任。能者多劳嘛。送我的。我也给你带了礼物，怎么样，好看吧？这哪里好看了？那我天气挺冷的，戴着帽子脑袋才不冷，这人呢才会变聪明。这是我妈说的，我也戴一个。听你妈。笑一个，一二三，怎么样，好看吧？俗商，你懂什么？大俗即大雅。戴上。这才对嘛，这我们潇潇长得好看，穿什么戴什么都好看。花言巧语。不过我之前倒是没发现，你还是妈妈的好宝宝呢，难得。那当然了。跳。跳哪儿啊？风城。我跳了，但是。你怎么这么笨啊？哎呀。再来。有人打你，快过来过来。我给你急救包，过来舔。怎么舔？按哪个？往左左左左左右。我怎么又死了？
么这么笨呢？你玩个游戏玩不明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继续。往左边，左边有人过来了。右边，瞄准了，瞄准，瞄准，开枪打他，打他，打打打呀！你怎么这么笨啊？我告诉你，我再给你玩一次游戏，我就是猪。哎呀，别动！你干嘛呢？自己惩罚我两句。你爱玩不玩？罗马，难喝死了！跟我爸做的玉米太子汤差远了。你这个藕不新鲜，还有这个玉米也不甜，下次注意一点。那你就喝你妈做的去吧。我告诉你，别说我妈。你把年纪了还溜着这虎头帽呢，我看花色样式都已经很过时了吧，破破烂烂。我告诉你，你把它给我，这是我妈留给我的。你妈你妈，你一天天是不是离了你妈一句你就活不下去了，不会说话不会做事了？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在乎。看来是我最近太累了吧，总感觉有人跟着我。今天没有人来接您出院吗？我女朋友说家里好久没人住了，得先收拾一下。应该在来的路上了吧。楚小姐漂亮又能干，我们医院的同事可都是羡慕不已的。喂，小，你说什么？老王，说说你找我的情况。刘天成在当时的抓捕现场已经被击毙，但是他的弟弟刘天威，也就是造成你重伤昏迷且把你深度催眠的那个人，只是被判了无期。虽说老李重重把关，但是有没有可能那个人？局长，刚我们得到消息，确实是刘天王逃了，逃之前在墙壁上留了四个血字，付出代价。怎么办？你是探长？是 BSP 的人，都经过特殊训练吗？这么大药量，就怀疑。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成功的，怎么从我的催眠术里面出来的？因为全世界，我是最好的催眠师。林凡呢？林凡他人呢？我不许你再伤害林凡。你都自身难保，还想着那个小白脸的？你 BSP 是不会轻饶你。快跑吧，不要怕。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是怎么成功的。你告诉我，我还有更棒的手法。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做，有种你杀了我呀！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今儿一别，不复相见。哈喽啊，楚潇潇，我是时空管理者。你不是人。我千变万化，基于你自己的内心。这世上根本没有时空管理者。No, no. 这个世界远超于你的认知。被组织选中，你已经很幸运了。什么意思？告诉我你投诚的条件，而我也会与他来制约你。我凭什么相信你？连你会信他？我拒绝。那你就会在时间的距离里。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也没想到吧？你想自杀？那样的话，那灵魂付出可就白费了。他签约的可是灵魂契约，死了楚萧的肚子。混蛋！深呼吸，不要急，急也没有用。那你告诉我，林凡都做了什么？我就答应你的条件。那你愿意把它喝下去吗？愿意。好。真是个笨女人，你就没有发现吗？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你有神力。啊？所以是林凡进入了你的灵魂世界里，活着的人。是林凡，而你，笨女人，笨女人，真是个笨女人。